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吃这个大白菜。这边呢，我也准备了一个用来拌它的容器。我先尝一下，因为我是打算来凉拌它的。然后我先这样直接吃一下。白菜的话，一般你要很有经验的话，你是不是可以尝出它是不是用了化肥、农药，是不是有机的？这个应该是用了一点，但是不多。还是来凉拌吧，很想吃一点味道，然后就把它切一下。这边呢，我把它切好了，现在呢，我来放调料，先来一点黑盐、金山酱油、香菇酱油、浙醋、菠萝醋、苹果醋、花椒油、藤椒油、香油、胡椒粉。最后再加上灵魂，油泼辣子，换到这个盘子里，换了个盘子，好啦，那我就开吃了。这可能是最近对我来说那个最有味道的一餐，就上次紫甘蓝之外哈。啊，很浓的黑盐味。偶尔吃一下味道，这个味道就更好吃了。脆脆的，很好吃。很多天没吃味道的我，吃到这个感觉像小时候过年。挺清脆的，就是黑盐的味道在这里面占主导，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味道，它就是喜马拉雅的岩盐。好了，那白菜就吃完了。